们用我们在地特有的渔产，而且我们可以做到产地跟餐桌零距离。它里面都是鱼肉，很好吃，而且它调味是真的调得很棒，这个是一流的水准。金丹地瓜是特别品种，这地瓜好甜，叫你那个甜。我们后面那个湿地就是叫做清水湿地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清泉路，后面拍出来的景色，人家是一年四季，我们叫一天有四季。早上呢起大雾，雾到完全都看不见，中午呢就是开始出大太阳，非常的炎热，但是呢到下午的时候开始起了大风，在晚上的时候满天星空。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12年了，这边的环境啊都是我们老板跟老板娘一手一手这样打造出来的，花草啊这些都是他自己亲手插制而成的，摆设其实很用心耶。对，我们老板娘自己已经拿到荷兰的插花教师执照，他还是个画家，厉害，服饰家，那基本上很多啊，老板娘是军官，连他你看到这些桌子非常有特色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亲手制作的。包包呢完之后，他们只有些漂流木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进到了剪裁行之后，啊，我们就直接到剪裁行去购买，啊，就制作一下。所以做菜也是老板或老板亲自为你们准备，所以他说，四位稍等我一下。那平常我们都要对，在平常日的话，3天以前预约，我知道。六日的话。请不好意思，1个月前帮我们预约。1个月前，你看最近都已经客满了。我会来这一家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，可能有来这边用过餐，觉得这边的餐点物超所值啊。对，感谢你们。我们用我们在地特有的渔产，而且我们可以做到产地跟餐桌零距离。像我们后面种了茭白笋，对，还有我们自己有种我们的洛神花，还有各式植物，连香草都自己种，种快30几种。你们有一些食材是自己里面种的？其实快基本的全部，就快基本全部。对，基本都是周围农场啊，如果就是我们都是用在地最新鲜食材，等一下就可以换你享受看看的。好，对，谢谢，谢谢帅哥，谢谢。不会。汤品的部分要帮我们选择一下，除了一个将军锅小刀羊汤跟玉竹手乌鸡汤，你可能可以选一个。共锅的话汤会比较多，但是用空汤匙，空汤匙的话就可以打包带回家。我们才刚吃完早餐，但我老公说他要来吃面吃，等一下就不能挑战我们吃十碗面线啊。准备帮你吃一下，再等你15分钟喽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来。带你们来这间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不错，超配。这道菜呢是用我们金山特有的虎鳗鱼，一刀一刀给它切到都没有刺啊，入口即化，下面还搭配上我们自己自制的五味酱，以及我们这边的鲜蔬，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边的金枣，它都可以搭配的享用。虎鳗鱼吃吃看，它这酱是什么味道？它里面都是鱼肉，而且是那种有香的鱼肉，应该是剁碎了以后卷起来，然后下去炸，那整个卷的那个味道，那个鱼片的味道很好吃，而且它调味是真的调得很棒，那种是一流的水准。薯片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它的配菜都搭配得很巧妙。你吃完炸会觉得腻，对，所以它基本上配的全都是解腻的，比较解腻的酸的东西。这个呢是我们这边也是时常都有的，叫野生的海藻虾，搭配上我们后面湿地所出产的野姜花。下面呢是我们现在金山一年一度一年季的香烤红地瓜，烤完之后就撒上我们的坚果粉，剥完虾子手上会有沾有腥味，对不对？我们洗手中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叶子叫做芳香万寿菊，也是我们自己在弄的有机香草，把它搓碎手上的腥味就会消失咯。这么大只，我的手指头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虾子新不新鲜是看这边，看着吗？一拉，就出来了，然后变成是完整的。好完整，你看，这就是新鲜的。这是新鲜的，不然的话，那虾子一扯，那个尾巴也断了，就会跟壳一起掉下来。嗯，聊天。哦，这炒好好玩哦。一般都是用柠檬嘛，对，好特别味道，而且很强哎，已经一下就没了。你闻我手像虾子手吗？没有味道，清水加万寿菊，这是金山地瓜是不是？金山最有名的是地瓜，
金山地瓜的特别品种。这地瓜好甜，像你一样甜。这个呢叫做南瓜蒸煮物，它用17种蔬果熬制成素汤，还有我们的红土鸡蛋做的蒸蛋，中间呢是我们自己栽种的南瓜做的南瓜泥，还有上面搭配的是我们万里花蟹的蟹肉跟蟹膏哦。因为我们是手剥螃蟹，剥花蟹，但是我们还是担心会有蟹壳，所以建议一层一层向下享用喽。它那个南瓜好香好浓哦，它好甜，它真的超好吃。然后是满满的一勺螃蟹，我就把它融在里面这样吃了，这超好吃的，好不好吃？超好吃，对不对？妈妈大拇指。像我们常吃的那种布丁啊，还是蛋糕，我只能说非常好吃。这一道呢是我们的月桃叶限流黑鲳鱼，有搭配上我们金山在地的一甲子的老豆腐。那个老婆婆今年90岁，她特别每天就只做上10碗。用火烧炒味道的豆腐哦，上面还有搭配上我们自己自制的凤梨酱，跟我们的那个现切嫩姜都可以搭配享用。这鱼好好吃哦，还好吗？没有，这鱼真的好好吃，肉质很细很甜，然后咬下去都是那个鱼的香味，然后我吃是一根刺都没有，我的妈，这肉质真棒，你看就这样。就这样一口，有豆腐有鱼肉，一般这种如果用酱油，或者是用什么泡沫剂去掉它的味道，那个我们一般吃多了，它反而是用凤梨酱那个甜把它掉出来那个鲜味。这个是我们也是一个不败餐点，这个是玉竹手乌鸡，用的是我们17种中药材熬制而成，还有乌骨鸡熬制而成的。那是因为它有中药的关系，所以它不能下盐，下盐就会苦。我会建议你们等一下可以沾着我们胡椒盐水一起享用。这是将军锅小羔羊汤，它用的是我们自己栽种的有机白甘蔗，还有小羔羊熬制8小时而成。但因为它已经有咸度了，就不建议再沾我们胡椒盐水一起享用哦。那我们锅底都很烫，建议先从我们的鸡汤开始喝，再喝上我们羊肉汤哦。请慢用的，谢谢。哦，原来下面是满满的羊肉呢。对，都在底下哦。都在底下，哇塞，哎，你看这个 Q 弹感。喝一碗而已，全身都暖起来。而且就是不要有任何调味，其实就是淡淡，因为前面吃太多种味道，舌头要休息一下。嗯，它没有任何调味，但是它有下枸杞，所以它吃起来还是有枸杞的甜。哦，没有任何的腥味。你要哭了吗？好吃到哭，不是，是很烫，太大块了，很过瘾，但是真的没有任何羊骚味。我来喝一口它的汤啊，哇，这味道超棒，你一定要来这边吃吃看，这将军锅羊肉跟它的汤底，这一锅超棒，赞。好，这是我们最著名的手工面线，也是一道换不掉的一道菜，换的永远都是上面的配菜。这个呢是用我们在那边老板所好朋友帮他制作的手工面线，上面搭配的是我们的咖喱口味的鲜鱼肉酱，还有呢旁边是我们的自己栽种的巧克力薄荷叶，都可以搭配的享用。那上面建议呢趁热棒拌在里面会非常好吃啊，如果吃不够请不要客气，这边都可以吃到10碗的记录了。哦，你说有客人来吃10碗？是的，然后吃到10碗呢，他是吃这个像小小，这是一碗哦。对，人家是吃煎的5碗，然后吃第6碗的时候被他老婆阻止了，他说不要把人家老朋友吃倒了。什么特别？一般面线，你加的是什么？红葱头嘛。这是加那个海鲜酱，小鱼酱。没有咖喱味，没有咖喱啊，没有咖喱是在那边。他刚刚不是说咖喱，他有3种口味。哦，是啊，对，就是小鱼味，对，有辣椒味，然后有不辣的，然后还有咖喱的，好吃的哈，好吃，好吃。你要再一碗吗？谢谢你的推荐。这留鸟它很特别，它其实应该在11月的时候才会回来。是。但是呢今年特别早回来，所以今年的天气我们预测会非常的冷，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5月份母亲节，你就记得母亲节跟中秋节来这边赏鸟就对了。后面的师弟，
好的，我顺便帮你们上上水果甜点了。好，来不及。哦，来不及。好，那我们先那个打包。打包，谢谢，感谢。你要接女儿啦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是我不甘心在吃，算了。每次都太贪吃，因为好吃啊。